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集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61集的节目。今天算是一个迟来的分享啊，来给大家做的是 Kingdom 系列白虎这一款玩具。我是买一个 3C 版本，那么呢，由于有 3C 版本的大量铺货呢，使得台湾的网拍呢这款玩具的价格得以下降。起先呢，它的价格呢一直维持在台币1300甚至1400啊的这个价格。当时我想说呢，哇塞，这个玩具怎么会卖的那么贵 啊，我并不是嫌你贵把你弄倒的 啊，我是一直想说呢，这个家伙它不是花豹的一个童模吗？怎么会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卖的这么贵？后来我才发现哦，今天我一直到今天拿到我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 V 级的玩具啊。那也难怪，因为如果你是以 V 级的价格来讲的话呢，它等于是卖一个 V 级的原价而已。那么最近由于三 C 货的一个进入台湾的这个网拍，所以的话呢，有机会呢台币900块钱就买到了啊。那当时买的时候我还想说，哇 ，Deluxe 等级900买也是有点贵，但是缺这个人物好像有点可惜。而且蛮多朋友一直希望我做这一只的，那今天知道它是 V 级之后呢，我的心情好了很多。那这两者的差别呢啊，只有在手部的变形跟头部的变形有略微的不同啊，下半身的变形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也是导致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就是童模改色而已，那这算是对这个玩具呢一开始没有积极去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今天终于把它给入手了。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它跟先前有一款很难买得到的这一款飞剑或者叫这个神鹰啊，这两个是情侣档，对不对？然后这一款的话呢，也是因为有 3C 版本的一个铺货，现在的价格也比较合理一点了。那我手上的这一款白虎的话呢，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做工啊很好，关节的一个紧实度啊都是把玩起来非常舒适的，有几个地方稍微偏紧啊，但整体来说的话，玩起来的话呢是非常非常有很好的把玩体验的。那它身上的白色的这个毛皮的部分呢，有些地方刻意做成是米黄色的啊，腿后方有个小空洞。那么武器的话呢，有一把这个应该是长子枪嘛，这个我记得是华豹才有吧。然后白虎有没有啊？因为这个动画我只有看网飞的版本，我也不太记得里头他拿了些什么样的一个武器啊，我只知道他一直很关心他女朋友的一个生死安危而已。然后他的一个可动的话，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外摆内收，膝盖的弯还有这个脚踝啊都是有的，拳头也可以转动。手臂的话呢，变形的需要，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头部的话呢也可以向下左右动啊，腰身也可以转啊。原则上的话呢，是一款还蛮及格的一个 Voyage Class 的玩具，而且我发现它身上的这些刻线啊什么的啊，有一点仿造以前的玩具啊，做的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深啊，有一点圆润的感觉啊，确实是看上去蛮舒服的。这个绿色啊，包括脸上的这个金属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绿色啊，其实还蛮有动画片里头的那种 3D 动画的一个样子。个人对这个玩具的感觉还不赖啊，虽然说我对 BW 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钟情啊，但这个玩具确实感觉是不错的。那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这个手臂的话先举高一点，我们先把肚子这两侧呢给打开，把它给打开。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是要把这一块部件把它给翻过来，翻成这样子，这块部件要压过来啊，这个地方请记得先把它给压到这边。再来手臂的话呢，这里这个双动关节啊，请记得是把它打在下面这个关节，然后往后面推过来，这里有个洞，不要扣下面这个，要扣上面这个，把它给按下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啊，扣下来，这个双动关节是要把它推到下面这一层，推到下面这一层，然后呢再把它转到侧边扣上去。好的，那么这一款两手就到这了啊。头的话呢，把它往上面掰上去就可以了，这里有个卡扣会松开。然后这里的话呢啊，不像黄豹啊有一个断掉的一个关节，这一款是没有的。那花豹那一款是臂断啊，就比较迷一点。好，到这边，然后呢再把这个部件往前面包覆下来，把它肚子呢给收纳起来，这个腰身转正啊，不然会扣不起来。好，手臂自然的往前放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前肢啊什么按照各位理解的一个动物的形象去变就可以了。这个地方脚后跟缩下去，然后这个地方往前面掰的时候呢，这里有一块部件啊，把它往下推一点点，然后呢再把这个脚后脚给翻下来，这个部件呢往前面推进去，推到底。
那这个时候这个盖板的话呢就会转过来，我们这边给各位看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本来这里是这个有个板子，这个部件往里面推的时候它会把它给往外顶出来。好，然后脚把它给放下来，后脚放下来到这边打到底。好了，然后这个尾巴的话呢，它很可惜它不能够像花豹一样可以上下动吧。哎，不对，花豹也是只有单边而已，就把它给放下来到这边。然后两脚可以稍微开一点点，就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了。然后脚掌的话呢稍微做个简单的调整。我们这一款白虎呢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是属于非常简单的。然后呢这里提一下它的一个眼睛啊，眼睛我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个眼睛好不好看啊，还蛮立体，可是我觉得好像有点斗鸡眼，对不对？有点斗鸡眼。然后它的话呢，其实它这个给各位看一下里头好了，没有，它的这个眼睛是有另外做分件出来的。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要特别这么用心呢，在这个分件上面，我一直想说它会不会跟 Figma 一样，那个玩偶眼珠子可以动，但是我抠了半天发现好像没有啊。我手上这一款好像有一点点斗鸡眼，有点有点可惜。然后其他可动就是后脚前这个地方啊，反正没有什么可动啊，基本上也没有。然后这个最迷的这个武器，按照说明书的方法是放在这里啊，还好是往前一点，你要是再往后一点的话那就凶猛了啊，就不愧是动物中的王者了，这个样子啊，比较迷的一个武器的收纳方法。那这个的话呢就是Kingdom Voyage Class 的一个白虎啊，可头没有可动啊，比较可惜。整体来说就还算中规中矩的一款吧啊，如果是 BW 迷的话呢应该会很喜欢这款玩具啊，如果不是的话呢今年反正虎年嘛啊，买一个这个玩具啊放在桌上好像也是不赖的，变形也是简单，来回很快就可以变形完成了，乐趣度还是有的。今天就跟各位进到那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